我们现在来看这台1958年的 Wells 的这个EMVOI 和 M35 大家可以看一下Wells 的 Envoy M35 这台是蛮稀有的啦还蛮稀有的机子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原厂一模一样的这个型号当年1958年的这个皮套那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金属件那它这个扣这个扣都还是正常的这个绳子这个带子也都还没断裂完整的那它这台快门正常看一下快门还可以正常可以运作快门正常可以运作机身是保持的蛮漂亮的，然后大家直接看皮革这边还有这个名牌有没有？它这个名牌还蛮精致的如果收藏的话，这还是蛮漂亮的一台机子。那后面也是这皮革都贴合的那看一下它的金属壳的这个部分因为放在这个皮套里面呢，应该是放皮套里面这个保存各个角这个都保存的还不错。底部也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伤痕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式底片式旁边这边拉开拉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底片式的状态还有这个镜头这块门都还正常可动状态蛮好的那以上就是这台1958年稀有的 Wells 的这个底片相机，谢谢。